李江一期环境保护局为着和节约能源的概念深入推广到社区，已经邀请丁增里的李明、甲嘉义大学视觉艺术系学生，聚集丁增社区桃花园来办理资源回收车节能彩绘活动，共同合作将生活节能宣导图案彩绘伫两台资源回收车的车身。为推广节能减碳的概念进入社区，嘉义市环保局力争增建丁增社区，并提供两台资源回收车，予社区居民采用，并找来嘉义大学视觉艺术系学生，共同将生活新电的宣导图样采用伫两台回收车面顶。环保局表示，将新电的宣导采用伫车道面顶，唔但会使提悬资源回收车车体色彩丰富性，同时也提悬教育宣导的成效。我们今天邀集顶庄社区的李明，然后还有嘉义大学的学生，来共同参加这个资源回收车彩绘的活动。那我们是把一些相关的节电讯息彩绘在资源回收车上面，那借由这个资源回收车机动性的宣导，可以扩大整体的宣导效果。那也感谢嘉义市民的共同配合，让我们在去年度经济度评比的下月节电中的活动，让嘉义市荣获节电的绩优县市。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响应这个节约节电的活动。丁增里里长曾天基表示，教育后一代除了基本的教育以外，要搁会使为平常生活中学习。这一次特别找来小朋友替回收车彩绘，除了让他们了解环保的重要性，也可以宣传让厝人了解。你说环保也是我们种种东西，我们丁增社区在做东西都是为教育教起，因为你有这个教育的做一环，你才有让教育的一代。因为什么最高科技就是说，我们的孩子你如果教育好，他回来甚至会教育爸爸妈妈，会教育阿公阿妈，这是我们要做这个教育的这个做一环。首次结合大专院校和社区亲子互动方式办理节能减碳彩绘活动，希望透过眼动、手动、心动，让参与彩绘民众感受到环保的重要性，未来更可以希望借由以生活新电为主轴的车身宣导广告，提升市民节能减碳的意识，将地球有限的资源和能源留给子孙。新闻台民间市采访报道。